怎么在纸上画眉毛？首先我们可以先画出一个眼睛，画上一个眼睛的形状，画上睫毛，画上眼皮，然后我们来画上它的眉毛。我们把眉毛的形状要画得细一点。我们来开始给眉毛涂上一些颜色，我们先给它涂上肤色。我们来给眼睛涂上颜色，我们给它画上一些阴影，画上眉毛下面的阴影。像这样，我们就在纸上画出来了眉毛。